开。洒水耶！太感动了，他已经感动到流泪。这里是厕所，这里是房间，这里是董佳瑜，然后这里是厕所一号，这里是厕所二号，还有浴室卧室的这里哦。洗手台二号，因为这边是一号。然后这是我的位置，哦，有插头的位置，这里都没有人插，有插头只有我。然后看出去是两个挂钩，然后是董佳瑜的位置，然后呢，这边是可以放鞋子，超神大学柜，再也都清不到了，这也是鞋子，然后呢，上面就是有插头的床，好嘞。OK， 然后还有我们的独立阳台，忘了，太爽了。还有他妈电台最后一天才搞低水冷气，还有最后一天才低水冷气，他这很难过啦。好啦，不要哭啦。他是我们小年纪都最后一天的爆发。还有董小哲，这是这个房里面最重要的东西。谢谢。就到这里结束。